尽在运通。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资》。上礼拜五台股开低走高，是比较惊恐的一天。但是只要当天你做出对的动作，今天你是不是看到很多档股票它真的冲出去了？包括3006的一个金豪科，今天再度的大涨，来到波段新高。另外的8476的台进，第三天了哦，今天盘中差一档亮灯，是不是？另外3013的一个成名店，今天再度的涨停，创下波段新高。上礼拜五那个盘中的判断真的很重要，有价值资讯绝对不是在股票大涨或涨停板之后才来跟你分析它的好处。所以上礼拜五台股盘中为什么会大跌109点？美国对所谓叙利亚发动军事的攻击，这叫非经济性的因素。股票市场它是要反映经济层面，所以非经济性的利空对股市只有短暂性的影响，有利空大买呀，是不是？所以上礼拜五我在10:52几乎是当天盘中的最低点，特别的告诉我们会员啊，大盘重挫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叙利亚发动飞弹的军事攻击啊，这种非经济性的一个利空很快就会反应完毕，所以呢，当天较劲的股票，请会员务必要买进，趁利空要为低接，这是我上礼拜五告诉会员的动作。尾盘收高啊，本来跌109点，尾盘剩小跌24点啊，所以当天。其实你跟我有做出漂亮动作，你几乎是大赚85点的空间啦。今天我们这些个股有没有继续的一个大赚下去？所以指数今天虽然表现平平嘛，但是上礼拜我已经看出它又再度的收脚止跌。我上礼拜也跟你提醒，很多档股票这礼拜它会继续的冲出去，所以上礼拜那个盘中。那个及时的判断以及做出对的动作重不重要？做对跟做错一来一往差了20%。这一档金豪科上礼拜我们大盘盘中是不是大跌109点？趁大盘重挫39以下买，24分告诉会员你看经过4分钟，股价还在几块钱，38.95，你去对时对价，平盘以下39很好低接啊，低接完之后有没有亮灯？在平盘以下，上礼拜跟我买的很幸福啊，而且这档股票我是在礼拜四就告诉你我已经开始做进场了。金豪科做记忆体的 IC 嘛，它当然跟低润有关系啊，那既然低润报价一直往上扬，那金豪科做记忆体 IC 的它就是它的受惠股嘛，所以当天出现39000张的一个新天量，亲爱的朋友，一量先价型的概念，它当然还有高点，它当然还会再涨啊，所以我们礼拜四10月6号开始卡位，卡位完之后礼拜五啊，要不是因为有那个军事的攻击行动，你没有39块钱让你买，说实在的，那不是讲盘拜五台积霸店，金老科怎么会跌到平板以下让你买？哦，这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这是送分题啊，哦，所以平板以下再低接金老科啊。涨停啊！今天金豪科盘中再度的大涨快7%，所以光是礼拜四或礼拜五跟我买的有没有赚10%？你所看到是我们即时动作，你所看到是我们对产业结构的分析，是网上的个股即时的买点通知你啊。上礼拜四这要半年的一个大底嘛，半年的大底啊。半年大底一旦完成，又出现39000多张的天量的供给量，当然要买啊！礼拜五难得大盘下杀，让它有平板以下让你买，当然要再度的卡位啊！我们对大盘的分析，那个策略没应用，有没有执行在会员的操作过程？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不厌其烦的把我带领会员买进的讯息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希望你会跟对人。好不好？所以这档台进8476的台进，我在礼拜四为什么要买？记高票啊！你感觉很冷门，但等到它冲出去的，就会变得很热门。上柜前5天没有蜜月行情，所以会有失望性的卖压。
一旦这个失望性的卖压全部的出笼了，它就会开始往上喷出。这是一个分析的结构嘛。当然啦，这种刚上柜的蜜月行情一旦失灵，不是说每档都可以买，当然还是要有基本面，掌握意思吧。所以8476台进它做什么的？土地污染修复技术在目前台股里面它具有独占性跟寡占性，它是台湾的领导厂商啊，一条龙的垂直整合，就是从土地的调查、检测、修复、整治到好，都是台进从头包到尾啊。所以既然具有独占性，那5天蜜月行情40000亿的卖压又已经宣泄完毕了，所以我上礼拜四告诉会员55以下买啊，当初价位在54.5啊，所以呢买在这个位置有没有亮灯？我不会最低点画个圈圈说买这边啊，没有意义，因为会员在看节目嘛，会员是拿出他们那个讯息来跟我对时对价嘛，所以54.5买完之后，你看到会亮灯涨停板。礼拜五大盘盘中跌109点，不为所动，大涨，锁涨停，恭喜会员。今天几乎又再一根了，盘中涨了9.6%，差一点亮灯哎。朋友们，你自己看一下，这3天精不精彩？从上礼拜四、礼拜五到今礼拜一，3个交易日将近30%，他抢不抢？他抢不抢？踩对节奏，要赚取30%以上的一个利润，我说今年度真的很多，不是少数啊。内资中实物的归队，在中小型个股，它会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的一个影响力。你是老市场的，你应该知道我传达的意思。你如果是新手，更应该把握盘中的资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所给你的价值，相当的迷人啊。我上礼拜我特别跟你讲，台股开低走高，这礼拜你看到今天台股指数不动，我说我们手中股票很多档是不是冲出去，台进当然是其中一档了，3个交易日将近30%，不夸张啊。所以呢，这个买点你要会跟，你一跟就会看到上礼拜是涨停，礼拜五再度的一个亮灯嘛，是不是？那今天呢？指数虽然不动嘛，台进盘中差一点又亮灯了，多么漂亮的一档寡占性的绩优型的个股。那今天还有一档股票涨停，这叫3013的成名店。我不晓得同学在上礼拜你有没有被洗掉，我是从3月29号这一天开始卡位的，21块钱。我在3月底有没有提醒你不要被洗掉？因为在3月30号，它出现30000多张的新天量，量先价行的概念，已经告诉你它未来还有高点吗？一定还会再涨吗？所以我们的分析有延续性，我们给你报酬率相当稳健。今年度30%以上的股票，我邀请你一起来掌握。我希望你赚饱，而且赚满。请高票，我看到探三祥，你为什么要赚了3%就跑掉？不要操作股票，点的东西探细条撩大条，你永远袂好嘢啦。今年度的行情跟去年度有一点不一样，去年度台股的一个量能一直没办法来到1000亿嘛，所以操作的过程是比较有点吃力的，因为没有量就比较没有价嘛。但今年度无同款，今年度台股的指数基期虽然比较高，对，指数已经来到。几点了？你自己看啦、啊。今天9800啦。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档绩优性的中小型个股活蹦乱跳，一直在冲，一直在表现？这就是内资主导的中小型个股给你大赚的机会。所以这档成名店，3月29号嘛，9:58啦、啊，营收年成长65%嘛，21买。当时候21块钱挂了100多张要卖，保证一定成交。买了之后，当然会亮灯。亮灯完之后，隔天呐、啊，盘中一样亮灯哦，最高23.8嘛，涨停板嘛，涨停板没有锁住。我特别提醒你，接下来你不要被洗掉，你真的不要被洗掉。为什么？出现30000多张的新天量，21块钱买的嘛，
隔天30号来到23.8嘛，出现新天量，当然23.8这个高点会被越过，所以我特别提醒你啊，不要被洗掉，不要被洗掉。这档股票上礼拜你有没有被洗掉？你如果被洗掉，真正无猜，我来跟你讲啊，今天一开盘跳空大涨，锁涨停，我睡不？我上礼拜耳提面命，告诉你，尤其礼拜五那个盘中的一个杀盘的力道，有没有人再承接？非经济性利空本来就是短暂，而且我之前告诉过你，台股是一个高姿态整理，高姿态的强势整理，盘中急杀，尤其大跌百点，找买点要懂得站在买方。我们给你的策略很明确，只是说当下，就当下拜狗啊，杀了109点，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是非经济性的一个利空？很快反应完毕。那当天所交进股票，请会员务必要买进，要为利空低接啊！如果你有接收到我这一通讯息，你是敢跟我低接的，包括成名店也是一样啊。我上礼拜五不是跟你讲吗？我没有卖出任何一档股票，因为该卖股票的位置是上礼拜三呐、啊，大涨的时候嘛。当时候很多人认为马上要来到万点嘛，好不好？市场看好，你就要减码；市场看不好，你就要买进。这叫反市场操作。所以该卖股票的时机是上礼拜三了。上礼拜三，我不是把康控卖掉吗？卖在138嘛，那礼拜五121接回的啊。我对大盘的一个策略面的运用有没有落实在个股的操作？上礼拜三可以减码一些个股嘛，礼拜五是不是可以低接？康控就是其中一档啊，礼拜三卖138，礼拜五121接回啊，是不是呢？所以这档个股出现30000多张啊，金老师介绍股票量大好进出啊，又好赚，不要被洗掉，不要被洗掉。如果你被洗掉了，今天涨停板又跟你没有关系了，再创新高，恭喜会员，这就是我的操作，真的冲出去了，档档都是强棒。我介绍股票品质的保证啊，你自己看一下，包括今天有一档股票盘中亮灯了、啊，金锐了、安控的获利王。当时候我是在低档区介绍的，如果你有耐心报到今天，你一样会赚超过一根涨停板。我介绍股票品质的保证，金锐安全监控的获利王啊，是不是？股价就是要反映基本面嘛，所以今天的金锐一样冲出去。那上礼拜五我告诉你，一档股票要走喷出段，二元说成长148%，一样又是成长一倍，跟康控一样。你有没有看到出现攻击的新天量？这个新天量10000张，不是100张，也不是只有1000张。我说要走喷出段，所以我上礼拜我告诉会员直接试驾追进。我很明白告诉你，我当天是告诉会员用追的，追的啊。今天这张股票盘中没有涨停，大概涨了8-9%而已啊，所以我们就事论事，一档股票，你看它基本面那么强，你也看到它领先大盘创新高嘛，那又出现10000张的一个攻击新天量，当然要买，当然要追啊！尤其当天台股好看吗？开低走高，本来跌109点，后来尾盘变小跌24点啊，台股没有涨，大盘没有涨，但是个股的操作，你要懂得适时做记录。上礼拜你跟我买的，今天一样，差不多可以赚到将近一根涨停板。等一下会跟你揭晓这一档个股。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全都保护，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利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总部值得托付，02-2752-5868。巴菲特，巴菲特，陈通总部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人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洽专线02-2752-5868，02-2752-5868。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出在手，受用无穷。立刻拨打入会专线02-2752-5868，02-2752-5868。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这一档康控，我们来看一下两阶段的操作如何掌握的。基本面当然成长一倍以上绩优性的个股了啊，24号出现攻击的新天量嘛，当然要买啊，因为它要走喷出段嘛。形态上跟量价结构的配合，知道要喷出，当然要追进去。那当天收100，接下来它喷出来到141，这样涨了53%嘛。我在礼拜三趁大盘大涨的时候138停利卖出康控，朋友你自己对时对价，很精彩啊。低档该怎么介入的，高档又该怎么出的，我们整个完整过程帮你做了一个追踪跟交代。那4月5号上礼拜三趁大盘大涨卖之后，礼拜五盘中大盘跌了109点，接回啊，高档会卖嘛，这样53%嘛，121接回啊，差了17块钱。这张股票买个10张啊，对，差了17万呢，这叫价差的一个操作。所以你看到一档个股高点有卖，3天的一个回档，利用大盘的急杀做接回动作，很漂亮啊！你自己对时对价，当时价位在120啊，接回之后当天当然会拉高，因为它那个台股一样开低走高嘛，高低点是8.4%。那今天康控呢表现比大盘强啊，正正洗洗尾盘收在相对高点嘛，不是吧，我们你。所以今年度的行情要怎么操作？如果一档股票你买在发动点，这样上去50%呢，好像常常会发生呢。我之前不是常常举例这一档台盛科吗？买在这边一样，发动点上去一样超过50%。如果这边没有买，你只能等压回回撤的一个买点嘛，这样上去也有50%啊。这今年度你要掌握的一个架构，所以台盛科这边买发动点超过50%，康控买这边上去50%啊，是不是？所以上礼拜四这一档盛科，我要告诉你有机会走喷出段，因为它的二月营收一样成长一倍以上，出现5000多张的供给大量嘛。那形态上来讲，领先大盘走高啊，当然要追，当然可以买啊。上礼拜四它没有锁涨停啊，那礼拜五呢，要不要跟着来低接？真的是老天爷送给同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因为这种军事的空袭不是每天发生嘛，它是偶尔才会来这么一下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盘，其实它的一个架构，上礼拜我不应该跌那么深啊，说实在的，
上礼拜顶多就像尾盘嘛，跌24点就差不多了，就一个台股的 K 线跟量价，它不应该跌破这根长红的低点啊，只是说那个军事的一个攻击，我们都没办法预测到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没办法预测到，所以短线会超跌。那既然是非经性的一个超跌，弯腰捡钻石啊，所以上礼拜四你没有跟着买深科的没有关系。礼拜四的一个深科是6.85嘛，礼拜五你看收49.4啊，我当天平板以下还在买啊，这不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吗？对，趁大盘重挫46.3买啊，平板以下低接啊，低接完之后会涨7%啊，多么漂亮啊！今天的深科，我一样告诉你，平板以下你还是可以进场。看好一档股票，我的操作很积极。今天深科平板以下再买，股价今天51再创高啊！我的动作很明确啦，我不会跟你啰嗦啊，我是很干净利落的。个人的风格，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对于股票的操作，其实蛮雷同的啊。我相信电视机的观众很多都是我的长辈，我相信你们看过很多的人物，庆耀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在带领会员，我相信您看过您就知道我有够实在不、所以这一档深科的一个架构，礼拜四礼拜五今天礼拜一三天我都在进场，三年结果当然都赚钱，因为今天股价来到破断新高，而且我的操作的一个反市场很漂亮啊，真正你来对就无同款啊，是不是别人无同款？平板以下你敢买吗？还是你每天接收到一个讯息都是追大涨的？我说股票如果是发动点，当然我也是告诉你用追的，但是当一单股票跌下来，你看到未来是会大涨的，你要趁机逢低承接啊，风险比较低嘛。所以今天的深科一样，48.7附近买，10:54啊。你看经过一分钟，股价几块钱，48.5啊，可不可买得到？保证一定成交啊！今天平板以下很好买啊，买了之后你看又拉高，又拉高啊，代表我选的股票基本面真的是很强，筹码面很稳啊。所以呢，平板以下你不买，接下来有实力买盘会跟着吃货，吃完货自然会拉高嘛。啊，我那一下多号，礼拜四买完之后，连续礼拜五以及礼拜一，深科都开低走高。为什么？只要下来有实力的承接买盘，就下去做承接嘛。所以尾盘容易拉高啊。所以我已经看出它有机会走喷出段嘛。不然从基本面形态跟量价啊，我分析得很清楚啊。礼拜四收市6.85，礼拜五收市9.4，也是越走越高。今天呢，收市9.6啊，盘中最高51啊。所以动作的一个确实性，在于当它回档的时候，你敢不敢跟我低接啊？礼拜五低接一次，尾盘收高7%。今天那个深科平盘以下再低接48.7，尾盘一样收高，这就是我的动作。所以一档股票如果低档是有买盘的，你就要积极的站在买方。就像这一档长照的概念股票，礼拜五杀下来，我说如果你追在上礼拜四或是礼拜三的高点了，你就不要杀低了，因为支撑已经接近了。支撑在哪里？支撑就这一根黑 K 棒的低点位置附近啊。今天有没有来？今天一个一阳最低来到290啊，支撑买点再度浮现。当时候这张股票我320有卖嘛，赚了89块钱，打下我290有没有接尾？接尾的位置就这一根啊，这一根啊，3月28号啊，我是不是290接尾？回顾一下嘛，3月28号的一阳是不是290接尾的？我320卖掉了嘛，290有接回嘛，是不是？今天那一下多啊，今天一阳最低几块钱，就是290，所以呢支撑买点再度的浮现。今天的一阳
你当然可以跟着买啊。所以在上礼拜五是很关键性的一天，我希望每一次的关键性的转折你都可以同步跟庆老师一起来掌握，而不是事后对心肝，那是没福的啦。所以礼拜五我们告诉你，这档股票营收一样成长148%，成长一倍啊，出现这10,000张的攻击新天量，要走分支段。我礼拜五告诉会员直接试驾追进，追啊，6207的雷科啊，当天当然锁涨停32.25。亲爱的朋友，我当天买进的价位，雷科11:38，就是在32.05。我告诉会员直接试驾追进，没有错，追啊，因为它领先大盘创高的强势绩优股。一档股票，你要看它为什么可以走喷出段，你要从它的量价跟形态来看出端倪嘛。比如说，当它拉到这边嘛，我看到它的一个成交量已经出现攻击的新天量，我判定它还有高点，它会冲出去。我当然可以告诉会员32.05市价买进嘛，买完之后当然会亮灯。亮灯完之后，你看看今天的雷科，盘中差一点亮灯，涨了9.8%。今雷科是不是喷出，已经34.75了。礼拜五的一个位置，股价几块钱？32.25嘛。今天的一个雷科喷出，所以我希望像这样的绩优股，你都可以同步来掌握，包括这一档股票，看清楚，8天转折向上，它有机会波段30%以上实力。邀请你一起来布局，它是赚一个股本的绩优生。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投顾值得托付，您的27525868。巴菲特，巴菲特，陈通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